2012年八月底，安徽省宣城市水东古镇，当地的皮影艺人们挑起皮影戏箱，走乡串村，准备演出。古镇的男女老幼比过年还高兴，他们早早地来到演出现场，站好位置。即将上演的剧目是《霸王别姬》。在中国农村，这个故事家喻户晓。2012年十一月，由这个故事改编而来的舞剧《霸王别姬》即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幕。这个古老的传奇第一次以现代艺术形式登上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繁华都市中，行色匆匆的当代人纷纷驻足，为这悲情的一幕停留片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一代英雄项羽被困垓下，四面楚歌，忠君帐中跟随身边多年的虞姬，始终不肯独自离去，起身舞剑，为爱自刎。这一幕被定格千年，传颂至今。元代开始，杂剧《楚霸王垓下别虞姬》中，虞美人与楚霸王便已登台亮相。到了明代，神采写的传奇《千金记别姬》一幕在昆曲舞台上传唱了600年。上世纪3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带着《霸王别姬》赴美演出，一出虞姬舞剑自刎的戏让台下的西方人都唏嘘不已。1993年，导演陈凯歌凭借电影《霸王别姬》成为唯一拿下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中国导演。戏剧、小说、歌曲、电影、绘画，历朝历代人们不厌其烦地将这一幕一遍遍地演绎，反复吟诵。千百年来，令人称羡的英雄美人一直站在台上，唱着生死一瞬，悲欢离合。一代又一代观众始终坐在台下，从不曾离场。为什么直到今天，霸王与虞姬的故事仍旧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经过2000多年的反复渲染升华，却从不谢幕。
江山美人，这里边有个千古绝唱的一个爱情故事，令人发出无限叹息，留下了广阔空间。忠贞跟凄美，乱世风烟，英雄跟美人，其他元素加在一起，其实觉得那就是像是一场曾经做过的旧梦。中国历史一直以来是男人的天下，在风云变幻的楚汉相争中，这个名叫虞姬的女子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项羽为何钟爱虞姬？虞姬又怎么会倾心项羽？《霸王别姬》流传千年，这个故事真实的历史场景究竟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回到2000年前项羽和虞姬的时代，回到这个传奇故事的原生现场。公元前99年，一名宫廷史官因为与汉武帝意见不合，触犯龙颜，被处以腐刑。但是这位遭受奇耻大辱的史官却忍辱负重，在以后的16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部著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位史官便是司马迁。作为一名刻画人物的高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性格各异。在史记众多的人物当中，项羽成为塑造的最为成功的一个。2000年来，一个骁勇善战却又仁义多情的战神被刻画得惟妙惟肖，而项羽本纪影响最深远的一幕便是虞姬出场的一瞬。有美人名虞，长姓从，纵横疆场8年的盖世英雄项羽，在穷途末路之时，看着身边的良驹宝马和爱妻虞姬纵情悲歌，身旁的美人虞姬含泪和歌。司马迁只用了寥寥数语便描述了虞姬的一生。两个典型性人物，一个呢是大小72战不败的英雄，当时的西楚霸王，但最后一阵就兵败如山倒。一个是永远沉默在男人背后，看似是一个很弱智女流的一个女人，但却有着惊世的那种容颜。这是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和伟大的文学家的过人之处，在关键的时刻寥寥数语使得虞姬出场，是为了进一步凸显项羽的英雄性格和英雄气概。为什么司马迁要在项羽濒临绝境的时候才告诉人们他的身边有一个虞美人的存在？为什么司马迁只言片语的记载能引起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动容与共鸣？虞姬究竟是何许人也？这是江苏宿迁的民间曲艺淮海公古罗演出的经典曲目《虞姬思故乡》，曲中用了大段的唱词，
描述了沭阳延吉镇的美好风光。这里便是虞姬过旅所在地。沭阳古称后丘，战国时期为楚国领地。公元前223年，在秦灭六国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楚国灭亡。随后战国时代结束，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帝国。此时的中国已经持续了整整5个世纪的战争，五霸争强，七雄决力，尊王攘夷，合纵连横，历史在刀光剑影中步履蹒跚，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秦统一天下后，人们本以为战争终于结束，可以休养生息，但是秦朝仍旧推行战争时期的暴力政策，严苛的生存环境让百姓心中的压抑无处释放。虞姬就降生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相传虞姬为楚国贵族后人，在京剧唱词中，他又读诗书，习武兼文，具有良好的修养。这个目睹了国破家亡的女子，从心底里厌恶战争，心中无时不在渴望回归往日家世显赫时，风和日丽，歌舞升平的时光。公元前232年，楚国下相一座将军府内诞生了一个婴儿。这座将军府是当时在楚国受万民敬仰的大将军项燕的家宅，刚诞生的婴儿便是他的孙子，也就是后来扬名千古的项羽。项羽9岁时，目睹了楚国灭亡，祖父项燕战死，家世巨变，让这位出身贵族的孩子从小就从心底里萌生出反抗暴秦的意识。下相便是今天的江苏宿迁宿豫区，距离虞姬故里仅40公里路程。楚地好武，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项羽天生神力，力能刚鼎。在宿迁民间流传的故事里，项羽和虞姬的相识相恋，鼎成为了成就二人姻缘的重要角色。虞姬啊和他的母亲啊，是3月3嘛，虞姬和他的母亲呢一起去赶庙会，赶庙会啊，他就看见文庙的前面啊有一个大鼎，大鼎的周围啊围了很多很多的人。据说那是999鼎，这个大象龙很大，就是有点说谁能够这个象龙举起来，就是他为英雄。后来修多青年就是表现过来，表现出去是修象龙，修来就有几种修，修了起来有点搬不动。这时候上来一个很敦厚敦实的这个后生，身高8尺，这就是项羽了。只见走进人群的后生不慌不忙，没费吹灰之力就将大鼎举过了头顶，一旁观看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虞姬也在人群中，虞姬啊就很羡慕这么一个青年后生这么大的力量。青年后生啊举完鼎以后骑上马就往西南方向，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苏宿豫啊，往西南方向就走了。虞姬就心里想嘛，这个人咋这么大的力量这么好，我要是能跟他在一起多好啊。像虞姬呢这时候已经心生爱意。秦帝国建立后，原本各诸侯国的贵族成为新中央政权的打击对象，
楚国的项氏家族也在此列。项羽只能带着虞姬隐姓埋名，跟随叔父远赴吴中从军。经历多年战场锤炼，身长八尺多的巨人项羽，神武有力，才气过人，却性格冲动。吴中的青年们既佩服他，又怕他。公元前210年的一天，吴中旌旗招展，号角长鸣，车骑滚滚，这是秦始皇南巡的队伍。始皇帝的威严让在场百姓们不敢出声，但是安静的人群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狂妄的声音：彼可取而代之。这位口出狂言的青年便是项羽。司马迁以他神通的笔触捕捉了这一幕历史瞬间。项羽的宏图大志和不计后果的冲动性格在这一刻展露无遗。统一中国后的秦帝国以法家治天下，频繁的对外用兵和峻刑立法，让经历连年战争的百姓苦不堪言。一场新的历史巨变即将来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起义，一时之间天下烽烟四起。项羽和他的叔叔项梁作为反齐义军的一支，带着8000江东子弟兵从当时的吴中起事，战场争雄，逐渐在历史舞台崭露头角。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交代此时虞姬的所在，但是后人从一句“长信从”推断，作为妻子的虞姬应该在军中跟随项羽。这段经历得到了历代文人骚客的反复加工与渲染，在有的作品中，虞姬甚至被描述成项羽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和军师。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虞姬究竟在项羽身边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史书的记载中，项羽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表现得最矛盾的是他性格上的两重性。他仁善，会为了手下的士兵生病而哭泣，但他又刚勇，在战场上横扫千军万马却无所畏惧。他做事果敢冲动，不计后果，甚至敢于挑战秦始皇的威仪。但鸿门宴时却又瞻前顾后，将刘邦放走，给自己留下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并最终输在他的手上。项羽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常常让后人好奇，项羽的性格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虞姬的影响？没有虞姬，项羽的性格也就没有这样的壮烈，也就没有这样的全面。有了这种惊天动地的爱，才使得2000多年来人们对这一段情感的重视。虞姬的柔跟项羽的那个烈呢，加在一起刚好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我是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所以说可能那个世界上能够让项羽最怒气最快平复下去、戾气更加的消融的人，那可能虞姬是为数不多的其中几个人。有人就说，说虞美人很可能呢，就是这个项羽身边很重要的智囊，因为他的文化层次都很高，比如包括这个其他的各个方面，因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以貌啊，就是取胜的那种单纯的那种美人啊，实际上文化层次也很高，也很善解人意。虞姬应该是项羽的精神支柱，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啊，虞姬啊不应该完全是个弱女，
他应该呢是有见识，他应该呢，我觉得对战争、对人生、对天下，林林他独到的地方，应该呢在侧面上要协助项羽做些决策，在感情上呢能温暖他的灵魂。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破釜沉舟。项羽率领的楚军决定性地击败了秦军主力。年仅27岁的项羽带领大军浩浩向咸阳，已经奠定了天下统帅的地位。这一刻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当历史把项羽推向权力顶峰的同时，也给他出了一道难题。有人建议他定都咸阳，凭关中之势一统天下，但项羽却选择了离家近的彭城作为都城，并说出了一句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成语“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在这里，项羽为他的美人虞姬建起了西楚宫、霸王楼和虞姬阁。彭城的日子成为项羽、虞姬人生中最宁静的时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但是刚刚归于平静的天下暗藏着不稳定因素，新一轮诸侯混战随时到来。而古老的小项曾经大有来头，西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后，虞姬曾在项内居住。由于他善待百姓，又有美人之称，彭城百姓便将此项称为美人项。彭城之战，刘邦大败。刘邦之父刘太公、刘邦之妻吕雉被项羽所掳，安排在美人巷，由虞姬照看。这一住就是2年多。《后汉书》中提及，项羽坦诚，盖世无双，居太公而不杀，掳吕后而不犯。3年留洋，犹见性情。而虞姬善待刘邦家人的仁义之举，在彭城百姓中传为美谈，便有了今天的美人巷。战争旷日持久，此时的项羽已不再是站在吴中大街上口出狂言的青年，曾经取而代之的梦想逐渐被停战求和的愿望占领。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虞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为天下而战，项羽在鸿沟那个时候就厌战，他不想和刘邦打了，和刘邦再打，然后他觉得天下苍生啊，就受到影响，他是各个方面都影响了他，他替他阐释了他的战争的正义性，在关键时刻呢，对他进行心理疗伤，然后呢，又自我即牺牲，却承担了军师的职责。公元前203年，项羽、刘邦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项羽承诺放回被扣彭城28个月的刘邦之父太公和妻子吕雉，这就是历史上的鸿沟之盟。多年战争，天下苍生付出了巨大代价，所有人都迫切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所以当鸿沟合约出笼时，双方将士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史记·项羽本纪》上记载，当时两军
几乎万岁。鸿沟之盟仅仅是刘邦的缓兵之计，项羽前脚刚走，刘邦后脚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一路追杀项羽到了故陵。气愤的项羽在故陵又一次大败刘邦，这一战挫伤了刘邦军的积极性。刘邦与项羽作战多年，几乎是每战必败，但是此时的张良向刘邦建议，战前承诺给韩信和彭越封地，三军联合共同打败项羽。得到承诺的韩信从齐地出发，攻占了楚都彭城后，自东向西夹击项羽。彭越从梁地出发，连同九江王英布跟随刘邦大军一起，共同逼楚军后退。天下诸侯军集聚起来，迅速形成了一个对项羽的四面包围圈。八年征战，这段漫长而荣耀的岁月将要在这个叫做垓下的地方收尾了。公元前2022年，垓下战场上旌旗林立，楚汉两军的主帅在肃穆庄严的军队中遥相对峙。八年血雨中走来的将士将在这里迎接最后的决战。浩荡的沱河在垓下拐了一个弯，项羽的人生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楚霸王项羽据濠城古城防守，刘邦在城外集天下诸侯兵力围城进攻，垓下的楚军很快陷入了汉军的十面埋伏，敌众我寡，粮草将尽。但是没有一个敌人敢小瞧项羽和他的8000子弟兵。两军刚开始接触，项羽所率领的那支身经百战的楚军以一当十，项羽本人的神勇也令汉军望风披靡。刘邦军的第一次攻击仍旧使项羽获得了胜利，但是这只是短暂的胜利。项羽无可奈何地发现，当年跟随他一起从江东出来的子弟兵已经越来越少，疲惫的楚军已再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反击战了。此时此刻，中军帐里的西楚霸王与虞姬开始感到隐隐的不安，十面埋伏，四面被围，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曾经创造了无数战争神话的楚霸王项羽，究竟还能不能再现当年的奇迹？刘邦、韩信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
便想出了另一条计策。他们从汉军中选出了不少会唱楚地民歌的人，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派他们在靠近楚军营地的地方唱思乡内容的民谣。听到歌声的楚军以为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入汉军手里，军心动摇，纷纷逃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面楚歌。而打不散的江东子弟兵却被几支小曲唱散了。是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虞姬奈若何呀。这句话就可以证明，就是他对虞姬的这样一种非常深厚的这样一种爱情。项羽，你这首唱的歌是什么意思？我问一下，是不是会怀疑会担心，我一旦兵败如山倒，我一旦没有那个能力护卫你的时候，你会被刘邦给掳走。这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被后世所千古传颂的垓下歌。项羽无意识地将虞姬与剑马同列，既担心他们的安危，更担心他们落入敌手。听着项羽反复的吟唱，在无限悲凉慷慨的气氛中，虞姬怆然拔剑起舞，一边含泪喝唱：山，君。
就我不会去跟随别人，因为胜负的原因跟随别人去享受或者荣华富贵，或者接受别人的凌辱。你可以像爱惜你的宝马一样爱惜我，我也可以像你的宝马一样誓死跟随你。霸王那个时候一定是我觉得很无奈的吧。虞姬从他的角度，他也是因为理解了霸王的无奈，所以最后他也唱出了这几句，就是劝慰霸王。他在劝霸王让他离开，是为了成全他们的爱情。这一舞成了他们的诀别。项羽的一生光彩照人，使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为之失色。只是在这一瞬间，他被虞姬身上的光华所掩盖。这是令天地动容的一瞬，被恒久地定格在后世人的心里，分量远重于400年的大汉江山。司马迁在《史记》中着重描写了霸王别姬这一幕，成为项羽本纪篇章中最高潮的段落。为什么司马迁会在《史记》中强调这样一个段落？《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本纪本应是为帝王将相列的传，但是司马迁却意外地为项羽立了个本纪。司马迁这个举动不断遭到后世的批评，很多人认为项羽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没有建立朝代，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帝王，不值得为其立本纪。这是从项羽的实际地位，如果从时间记载的延续性来看，秦朝灭亡到汉朝统一这一个时段不能出现空白，能接续这个历史延续性的自然而然的是项羽。近年来一些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公元前206年秦帝国灭亡，公元前202年汉刘邦击败项羽统领天下。从秦到汉这中间出现了5年既不属于秦朝也不属于汉朝的断代期。于是有的史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概念，西楚时代。楚汉之战的啊，这4年当中实际上就是一个西楚时代。那么它的主角呢实际上是项羽，因为在那时候应该说刘邦呢好多人认为还只是一个配角。就是项羽的西楚5年，这是一段时间是项羽的。那么所以说项羽是成功的，成功不过这个王朝时间短一些罢了。这是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与武生泰斗杨小楼在上海出演京剧《霸王别姬》的照片。当时的上海滩，只要没拍《霸王别姬》的海报贴出，便会在戏迷之中引起轰动。但是当年这出戏却出现过一个小插曲。本来戏中主角应该是杨小楼饰演的霸王，他的名字也被排在了虞姬扮演者梅兰芳的前面。但是在实际演出过程中，霸王别姬一场戏，梅兰芳所饰演的虞姬出神入化，让观众入戏太深。虞姬自刎后往往还没等到霸王的乌江大战开始，观众们纷纷哭着起堂离座，霸王杨小楼也干脆不上台，一出《霸王别姬》演成了《姬别霸王》。直到现在，京剧《霸王别姬》演到虞姬自刎，也不再继续。
实上，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并没有提到美人虞姬的自刎，究竟是谁为虞姬添上了自刎的结局？慷慨悲歌之后，项羽带领800勇士趁着月色悄然行动。尽管刘邦的几十万大军将垓下战场围得密不透风，项羽还是率领着他的子弟兵杀出了重围。直到第二天天亮，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出了包围圈。刘邦得到这个消息后，吓出了一身冷汗，马上命令灌婴率5000精兵追击。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没有提到此时美人虞姬的去向，他有没有可能跟随项羽在突围的队伍当中呢？自己拖累了项羽，便在项羽的马背上自刎而死。悲痛欲绝的项羽含恨抛弃了虞姬的尸体，继续南下。而项羽离开虞姬的地方便被后人称为罢离铺。只是讲他离开了，还会归来的过来呢？因这个名称，我觉得这个地方人啊太聪明，也太仁厚，因那个罢离之，并不是说他不再来，只是一个逆民，你离开吧。当霸王韩累抛弃虞姬尸体离开之后，来不及突围的楚兵将虞姬尸体移葬于霸离铺东1公里处，并以较高规格修筑起了虞姬墓。之后，人们将虞姬下葬时所在的村庄改名为虞姬村。这两处自得名以来，2000年间沿袭不变。但是，在项羽南下的突围路线上，并不止灵璧一座虞姬墓。在安徽定远县的池河北岸，有一座高大的封土，当地人称为接鱼墩，据说是虞姬又一安葬之处。宋代诗人苏轼
曾经有理到此凭吊，文件孤坟残阳，却不见当年霸王盛气曾为虞姬赋诗一首：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仓皇不复君王意，独有虞姬与郑君。可是为什么在这距离并不远的地方会出现两座虞姬墓？灵璧和定远的虞姬墓哪一个是真的？虞姬到底葬在哪里？唐朝李泰《扩地志》中对定远虞姬墓有这样的记载：虞姬墓在亳州定远县南60里，称其项羽美人冢也。北宋元丰《九域志》中也写道：阴陵城，项羽迷道于此，盖虞姬死所。这些古书典籍中明确指出定远的虞姬墓颇有来头。不仅如此，在灵璧虞姬墓旁一座古代墓碑上也明确记载：定远之南郊一姬墓，彼葬姬首，此葬姬神。假如依照碑文所说，灵璧虞姬墓葬的是虞姬的尸身，而定远虞姬墓安葬的是虞姬的头，那在虞姬自刎后和项羽突围的路上究竟又发生过什么？虞姬死后又怎么会身首异处呢？难道虞姬是被人杀死的吗？据野史记载，这个呢也很难考证，说项羽啊伤心欲绝啊，竟然斩下了虞姬头颅。大家的头颅干什么突围呗，没有什么可顾挂念的了。虞姬死的目的啊也本身是为了项羽没有牵挂。项羽带着虞姬头颅继续突围，夜渡淮河，一路驰骋。此时一同出来的800精兵只剩100余人了。他们到达阴陵地界，也就是今天的定远境内。由于天降大雾，项羽和他的骑士们在迷雾中误入一片沼泽之中。就在这时，悍将灌婴的人马追上来了。史记中并没有讲项羽在阴陵是否与汉军激战，但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描写中感受到当时战况的激烈。阴陵之战结束后，项羽随从由100多人骤减到28人，伤亡惨重。此时的项羽为了不使虞姬头颅落入汉军，匆忙用剑挖出个小坑，边哭泣边埋葬了虞姬头颅。这座虞姬墓便是今天安徽定远的接舆墩。
而灵璧葬机身、定远葬机头的传说也似乎有了合理的解释。千百年来，虞姬墓上生长一种不知名的草，叶子一出来就是红色，无风自动，好似美人翩翩起舞。人们纷纷传言，这是虞姬精诚所化，给她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虞美人草。2000年间，无数文学家、剧作家总是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项羽虞姬这段生离死别的爱情。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为此落泪。他之所以能撬动人们心坎，让大家觉得这个故事非常令人着迷的原因，是因为他表达了传统时代里边对于爱情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想象。那个想象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愿意因为爱我而死，就这么简单。最终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总结，男人盖世弄功名，女人一生只为情，到了最后其实来讲就是说呢，谁对谁错我都不要去问去了，谁让我们今天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也不要去问去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炙热的爱，就是说就唯独剩下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爱。相濡以沫却厌倦到老，相忘江湖却怀念到苦。今天的年轻人在议论爱情归宿时，都会把自己的命运带入一个多项选择题中。无数人在感慨最美好的东西，总是在失去以后才能体会。所以说，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由跟自主，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边又感觉到很孤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像虞姬这种这么单纯的故事，一个人为了他爱的人而牺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当然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很美。就霸王跟虞姬的爱情故事当中，寄托了一代一代人渴望遇到真心人，渴望两个人的是真正的登对的那样一个心态，渴望延续的精神气质是那种真的两心相许，英雄美人。现代人渐渐不知生死相许的滋味，那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爱情童话，那种早已久违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领悟，只能从项羽虞姬的故事中重新找回。舞台上的南征北战，攻城略地，演尽了英雄美人一生的悲欢离合，却依旧改变不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收尾。美人虞姬为让英雄能够突围，挥剑自尽，以身殉情，而英雄项羽在爱人逝去之时已无意再争天下，自刎乌江。可是一直在南下突围的项羽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乌江的呢？其实项羽在定远埋葬了虞姬头颅后，便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地记载了项羽的最后一场激战——东城快战。他带领身边
仅剩的28骑跑到了东城，被围困在一座山头上。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战士觉得有点灰心。项羽看着这些战士们丢了士气，便对他们说了一番话。这是天亡我，就是他是认为这个要相信天命啊，天亡我啊，并不是我这个战啊之罪啊，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出发点，就是他既然天亡我的话啊，那么我的天命到此，那我就应该死。虽然他们只有28个人了，但还是无所畏惧地向汉军数千人的部队发动了冲锋。这是项羽人生中打的最后一场痛快仗，杀汉军数百人，楚军只损失了2人。可是这里离乌江已经不远了。当项羽与他的26个人来到乌江边的时候，项羽知道自己不能再往前，也没办法再往前了。这时得到消息的乌江亭长驾船赶来，对项羽说了一番话。那么老亭长见到项羽之后啊，就说了，说什么？说大王，你呀，赶快走吧，在江东还有方圆千里的土地，还有几十万人，过去啊，足以称王的，照样有你西楚霸王的威风。亭长一席话，激起项羽心中千般涟漪。得知西楚并没有失陷，一种哀伤悲凉的情绪不由涌上心头，虞姬岂不是白白死去？此时项羽环顾四周，面对着身边最后的26骑，想到自吴中起兵，率8000子弟渡过乌江，自己身经大小数百战，生平杀敌无数，又何曾想过会落到今天这般绝境。3年前鸿沟之盟，他以为终于可以带着虞姬一同回到故土，如今故土就在眼前，他却不愿向前。殉情是为了让项羽顺利突围，东山再起。可是此时此刻，项羽为什么要放弃这生的希望呢？有一种呢，对待别人负责任的尺度，那么也有一种呢，就是自我担当的尺度，就是我用死来承担我的失败，而不是以成功为唯一标准。他有一种呢伦理道德上的自律，他也觉得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可能如果虞姬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还会为了这个人，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去奋斗，但他不在了，他也就觉得这所有的雄心壮志都不过是一。
两个男生都对，并且呢互相付出。你讲虞姬自刎在前，霸王自刎在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天意的呼应。垓下战场，罢离铺，虞姬墓，上马铺，皆于敦，东城，乌江。从垓下悲歌到乌江化恨，这串长长的地名连接起了虞姬血溅殉情和项羽江畔自刎，更连接起一条穿越两千年的感情线。曾经的楚汉风云已经在沧海桑田的起落中远去，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到今天还令人挂念。